县政府劳动政策研发队都在屏东原野里大道进行引领工作，来不少师是在现场人才活动，邀请巧星科技大疆生机担任副队，强调了冷冻食品、安心食品的多家知名厂商，真材真面有销售经历，储备干部、营建人员、大使员、照顾服务员、生产技术员、包装作业员、门市人员、餐饮及旅馆从业人员等各类工作职缺。屏东县长周宗敏出席活动，呼吁同仁们更把握现场资讯的机会。人生需要说，哎，我要再换个工作，人生可能要再面临不同的挑战。那县政府非常的把握，非常的珍惜这样的机会，所以在这边有47家的厂商，还有各个政府部门、各个这个团体来这边征才。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咨询啊，哈，所以呢，各家都派出这个会使详细甲咱公司、甲咱的这个工厂上好的物件，还是相关的条件来跟大家说清楚。这场征才活动共有47家厂商提供超过800个工作机会，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求职，平均薪资月薪达33,000元以上，没有兼职。屏东县长周宗敏县长，县长好。这给很多中高龄二度就业的妇女，甚至原住民的身份的人哦，有很多机会选择的机会。就蛮多工作机会啦，就是可以多问多找。那你自己的哈，你自己希望的那个薪资目标是多少？有3万以上就很好了。屏东的工作还算蛮好找，只是要看自己的需求是不是符合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就其实很多企业都有在不同的征求的人，然后他的项目还蛮多，薪资也还算蛮高的。劳金部指出，此次征才活动除安排一般民众求职及转职需求，特别规划研发人才、二度就业妇女进行住民服务专区，更多就业服务措施及就业相关资讯。活动现场也邀请屏东就业中心、人会屏东区就业服务中心、市府就业宣导区等多元素宣导单位，让前来面试的求职者能获得全方位的。张维芳、嘉龙采访报道。